海岸线跑刀。我跟你说，塔科夫这游戏它有趣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打架，尤其是这个档有了语音系统，这游戏就变得更有趣了。那我作为一个纯洁的主播，每一天的乐趣就在于调戏这些路人。老高，这一局出生在后山第一身位，咱们直接去疗养院东楼。主播，你能来一首《你要结婚了吗》？坏了，你们想听我唱那歌？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原唱。嘿嘿嘿，坏了，有烟。有个烟，你妈，我男团。你妈男团，我操。这刷个男团怎么个事儿呢？哦，你要结婚了，这不给刷个红卡？老高能刀男团吗？这是啥呀？哦，紫针，漂亮。你看，这就是感知等级高。我但凡我跟你说我又把枪我下去打男团了，你敢不敢让我找到把枪？我去把男团嘎了去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楼里没人能来东楼。不要慌啊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时候一定要，就是你越慌。这个时候你越慌，你就是吧，就越容易出事儿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紧张，你知道吧？千万不要紧张，兄弟们。又一头盔呢？哦。有人在打男团，瞎说！谁说我说都不会话了？不是，谁说我话都不会说了？我本来打算当个老六，等他上来直接给他刀了，结果他半天也没上来。于是我决定先去226看一下物资刷新点。现在，哦，嘿嘿嘿，Hello，Hello， 刀子呢？我他妈以为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哈哈，大哥，不杀我行不行？刀仔，大哥，肥呀，我操，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出来了，大哥，能不杀我吗，大哥？啊，大哥你真好，啊，好大哥，啊，我爱你，大哥，啊，大哥，别动了，给我，后边有张显卡，哦，好，你不要吗，大哥？我不要，这还有个金库龙小班，哦，大哥，我爱你，大哥，嗯，哎，你怎么好好说话，我操，滚！大哥，底下有男团，你看见了吗？没男团吧？底下是 AI 吗？普通 style 吧。啊，我光看见有俩人拿枪对着我，我害怕了。
哦，哥哥你真好，哥哥，哦，哥哥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哥，我错了，说话行不行？哥，我错了，哥。好好说话。哥，我结束行，结束行，看到没？那还有个指环。这有个钟，哥，你拿上这钟吧，哥。不要那玩意儿，哥，没事，不要哥。那玩意儿，你脚下有个指环。哎，这哥们儿有点不对劲儿。哥，你是挂哥吗？哦，挂哥，你他妈一梭子，第一梭子你就没了。也是。后边有个凡士林。啊，我捡不下了，我没包，我没包，凡士林。我不能刀他呀，人家大哥留我一条命，我能刀他吗？我有弹挂，我有弹挂，我刚。下边有，我杀了三个 scout 一楼，哦，哥哥你真好，进门呢。西楼有人吗？我能知道？哎，我他妈刚过来，我也不清楚。那我去一楼填俩背包去啊。这大哥好人呢，好人一生平安呢，大哥。这大哥好人呢。我操！这 scout 装备还不错。大哥，你真好，大哥。这儿死了俩，你自己玩吧。我去西楼了。好的，哥哥，哥哥再见，哥哥，哥哥回头见，哥哥，哥哥有缘再见，哥哥。真，我也觉得这人有问题。我感觉这人应该是个挂。好，基本搜完了。Hello，你还是那个哥哥吗？哎，你好好说话，你他妈好好说话。哥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哥哥，你在2005吗？东楼没人哎，哥哥。我知道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也感觉这个人应该是个挂。哥哥，三楼你看了吗？哥哥，我性格比较温柔，对。哎，别呀，哥，别不要这样，本是同根生，离离原上草。三楼搜了。我可以，那我跟着你走了。我觉得跟着你走比较有安全感。你他妈都扛 M 二了，你跟我有安全感？我没有，我 M 二是我朋友送我的。Oh boy！ 你没瞅人家游戏机吗？什么？哪有游戏机？哇，哥哥你真好。你好好说话，你他妈好好说话。好好好，我给你扬了，我好好说话，哥，我错了，我好好说话。他妈的觉得我。他觉得我猥琐，你信不信我一枪把你脑壳扬了？我他妈拿你做惩罚者四，你他妈的！我正好 AI 给我 Scar 背心、巴拉克拉瓦头套，我他妈给你一枪，我惩罚者四多个人头。来，哥哥贴贴。不是你也没必要这样跟着我吧？没有，我就是，我保护你，我保护你。我不能背刺他，我游戏 ID 是我直播间，我不能，我游戏 ID 是我直播间，整麻了兄弟，我要杀了他，他找到我直播间来骂我。第一次见你这样打游戏的。我因为我朋友经常看我玩游戏，所以，对，他说我玩游戏比较有意思。干嘛无中生有是吧？真的真的，我不骗你。
真的，我炮友说，不是，我朋友说我玩游戏很有意思。宰了，不能宰了，不能宰了！你看我游戏 ID 是我直播间号，是我直播间号，我不能。你要去哪儿呀？你要走了吗？那我怎么称呼你呀？别，你叫我六花就行，六花六花。好的，六哥哥。你叫我六花就行，咱好好说话行不行？六啥？六啥？六花，六花，六花。好的，花花鸟哥，鱼，六花六哥，花花。哥。来，哥哥，我们一起喝水。哎呦，我你他妈的！哥哥，这里不会刷男团了吧，哥哥？没事，刷男团死就完事儿了。不行不行。男团他会打哥哥的，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。我也走了，我也走了，没。啊，那你要是走，那正好咱俩一起走啊，哥哥。我跟你设计点不一样，我。你就是不想，你就是不想和我一起走，你都没问我，你咋知道咱俩不一样的？你车里点是哪？你是哪？我的撤离点在你心里呀、啊，哥哥。哦呦，哥哥，前面有 AI，人家怕怕。哟，哪里有 AI？ 喂，哥哥加油！你咋没死呀、啊？我操！啊，我他先锁的你呀、啊！是应该你没拿枪，我操，他干你吗？不是，他问了我一句，你咋没死呀？你是想我死是吧？我操！啊，哥哥好厉害！完了，哥哥想嘎我。哥哥想搞，我服你了，你好少说几句话吧，行不行？哥哥，你几级啊？哥哥，啊？你看我像几级的？我感觉你挺厉害的。我操，这他妈铁雷达呀！他妈的，打个 AI 就厉害了啊！嗯，我都打不过 AI， 我。你扯什么蛋？你拿刀能打过来？你 M2 倒劈不误呀，只是不想劈而已。确实。我还看不出你他妈的把 AI 留下边，你妈想让他给看一看人，好刀不都这样吗？小子，算你识相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感觉这个人真有点像。哎，这个档是不是要档末了呀？对呀，对呀。哥哥，你要撤了吗？我刚开始玩，不撤干嘛去？刚开始玩，这人这么明显铁挂吗？那走吧，撤吧，撤吧，开下把了。哎，你多少级了呀？我五十，我五十一。我27，我才刚开始玩。妈，27，你妈，你这个技术，你不是挂？哦，你他妈啊，人呢？